我还在贴美容胶。父子俩掀开上衣，肚子上开刀的疤痕是爱的印记。父亲肝癌复发需要换肝，在吴奇区公所服役的替代役男季建豪，感念养育之恩，毅然捐肝救父，觉得自己的健康，可以负担得了这个手术，所以我就自愿然后出来想说捐肝给爸爸，也庆幸我有机会这么做。建豪是家中的长子，虽然家境并不富裕，父母亲仍然辛苦抚养三男一女长大。季爸爸虽然不舍孩子挨这一刀，但还是对孩子的孝心感到骄傲。大儿子他是说，如果两个都可以捐，他是抢着要捐啦，也是蛮感动的啦，哎呀。因为儿子也是蛮孝顺的啦。季建豪从小就是体育健将，身为田径好手，夺牌无数，强健的体魄也让他捐肝后恢复得相当快。服役单位主管也特别前来探望季家父子。建豪替代役哈，我们是非常优秀的同仁哈，公所的同仁知道他这样子的这个孝行哈，都非常的感动。再过一个多月就是父亲节，孝顺的儿子捐肝救父，同甘共苦，无疑是今年最棒的父亲节礼物。大爱新闻张国端、蔡玉凯台中报道。